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陈静宇老师，老实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惭愧弟子静宇，今天第一次老老实实看了三遍海贤老和尚的光碟，虽然只有三遍，但却很受益，所以更坚定了每天熏修的信心。弟子今日反复深入思维海贤老和尚说的这句话：老实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这句话确实简单明了地总结了恩师上人几十年讲经教学的重点。静于现将今日学习海贤老和尚光碟的心得汇报如下：一、老实念佛。海贤老和尚念佛之老实，就像光碟中铁脚僧赞叹的那样，阿弥陀佛念了几十年不拐弯。我辈凡夫念佛之不老实，就是在生活中心常拐弯，心常被外境所转。即便是跟随师父上人学习十几年的，仍然常会被境缘考倒，顺境来了，心不老实，会生欢喜贪念；逆境来了，心更不老实，会生嗔恨烦恼。顺利境界自己都做不了主，为什么呢？念佛功夫不得力，不得力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定课，或者起先定了定课，但是没有坚定的毅力去执行自己的定课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进一退十，随着岁月蹉跎，日子久了，自己也渐渐没有了信心。所以师父上人无比慈悲地教导我们，每日看三遍光碟的同时，要坚持每天念一万声佛号。这就是师父上人只给我们坚定信愿往生成佛的定课，并且师父上人在讲经中不断劝勉告诉我们光碟应该如何看，并肯定地告诉我们坚持一年下来的殊胜利益，给我们坚定的信心。在时间上，我们每天看三遍光碟是四个半小时，念一万声佛号约两小时，这三个半小时坚持一年下来，心决定会老实很多。用真诚心、恭敬心，在一天当中拿出这四个半小时来，完成自己此生超脱轮回、修行成佛、往生极乐的大事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？从现在开始，弟子要学会老老实实的按照师父上人的教诲认真做一年。二、成佛是大事。每天想的是佛，念的是佛，往生去极乐世界成佛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
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？在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中，往往都迷失了方向和目标。看光碟学习海贤老和尚，每天都不迷惑，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天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忆佛念佛，行住坐卧言谈举止都不离开这个大事。如普贤菩萨行愿品中言，又复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一切威势悉皆退失。普相大臣，宫城内外，相马车乘，珍宝福藏，如是一切无复相随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弟子非常喜欢这段经文，常常念一念，特别帮助自己万缘放下。的确，跟成佛相比，什么事都是小事。赞誉也好，毁谤也好，都好，都不必放在心上。好事也好，坏事也好，都好，也都不必放在心上。自己常常想想这句话，自己就明白了，决定不错过这一生这么殊胜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。学习海贤老和尚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，这桩大事这一生决定要办成。三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这句话对我们修行最重要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？海贤老和尚可以非常精进努力在做，心地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就是彻彻底底明白了师父上人常常开示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其实就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，明白了做起来就不难，当然可以做到。做善不着做善的相，断恶不着断恶的相。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么难？就是因为我们在六道轮回中迷得太久，迷得太深，认假为真，迷在虚妄的境界相中不能自拔，使自己的修行之路无比的坎坷，每天的生活都太当真，不能像佛菩萨一样完全是舞台表演，清清楚楚知道这是假的，不知道这全都是虚妄的境界，在这里分别计较，执着控制，从喝水吃饭这样的细微境界都要分别计较，更不用说大的境缘了。如果不是百千万劫修来的因缘福报成熟了，今生能如此幸运听到师父上人的讲经说法，我们想回头真的是太难太难了。师父上人常讲，自信怎么变现的？佛经上讲，
一念不绝，就是弥勒菩萨讲的一念，那个维系的一念，也就是1200兆分之1秒那个一念，那个一念一动，世界就出现了，刹那生灭，每个念就是一个画面，念念相续，每个画面都是独立的，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，真的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既然不可得，还有什么好执着的？还有什么好分别的？虽然我们很难体会，也没有亲证这个境界，但就是要老老实实的完全相信佛所说的，师父上人所说的，海贤老和尚所说的，只有100%的信仰佛菩萨的教诲，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。惭愧凡于弟子敬于粗浅的心得，敬诚恩师上人，祈请恩师慈悲指正。我们学习的兴趣，不断地向上提升，很多同学法喜充满，这是好现象，证明古代老师要三个老师是很有必要的。现在这三个老师呢，在学校里还有这个形式，但是实质没有了，所以我们的成绩比不上古人。古人三个老师，国家的三师，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。一国三公，这三个人地位是最高的，皇帝的老师。三个老师管三桩事情。第一个老师是太保，太保就好像今天学校里面有这三师，大学的总务长是太保，他管行政，管所有的人生活，要照顾到衣食住行，管这个管他的卫生健康这样长成。第二位呢是太傅，太傅管德行修养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他在教，他不但教，他带头，像现在讲的教练。太师是老师太师、太保都是老师，老师所教的如何落实是太傅的事情，所以太傅是教练，带着学生一起做他要做出榜样，要做出模范所以太傅是相当辛苦的。
最后是太师。太师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务长，太傅是训导长。啊，你看现在学校分三个职务，三个人才能把这个学生教好。啊，太傅是教学，啊，帮助你开智慧，帮助你在日常复杂生活层面上懂得怎么处理，而且处理到恰到好处。这是学问。佛门里面就有这么三个人，啊，太师管教学，佛门里称为首座和尚，首座。啊，太傅呢，要训导，是为诺，为诺管为仪，一举一动都要给大家做榜样，他做模范。啊，第三个管一切总务的当家师，啊，叫建院。名称不一样，他们的工作任务完全相同。中国三太，我们在周礼里面看到的，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，啊，这就说明了所谓的英雄所见大流相同。啊，中国这个三太不是跟佛法学来的，但是佛法里头有跟三太完全相同的这桩事情。真正学，这才能成功啊！三个缺一个，就麻烦了，一个都不能缺。啊，三个老师，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，他是个好学生，这三方面的他都做得很圆满，真有智慧，但是绝不轻易露出来给你看。啊，在哪里呢？在生活当中，他的工作是种田，表现在工作里头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？我们要会看他每一个动作，每一桩事情，每一句话都含着很深的意思在里头。仁者看到的是仁，义者看到的是义。我们综合中国古人所传的十二个德目，
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每一个字你都会看到，在他日常生活当中，他应用的纯熟，应用的自在，不是有心做出来给人看的，纯熟的基础了，跟性德完全相应，所以是性德自然的流露。叫初学，初学的人是勉强在做，学着在做，做到纯熟变成习惯了，这习惯成自然。变成习惯，跟性德圆满的相应，那就叫明心见性。这个境界里面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德能，完全是从自信流露出来，所以他没有思考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怎么做出来的？自信本来如是，佛经上有个名叫法而如是，他本来就这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这个样子。不幸的是没有人教，也是不知不觉的学坏了，受外面境界影响，眼见色受色的影响，耳闻声受声的影响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不受影响，受这些影响反映出来的与性的相违背，相悖了，与性的相违背就是造业。错了，业有善恶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，这就是制造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自己制造的，自己去受，自作自受。佛教导我们，目的是回归自信。我们看到了海鲜老和尚回归自信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，这三个人我们都看到了。他们回归自信了，表演出给我们看的。我们今天学经教，在尝试回归自信。所以我们学的兴趣就很浓。才回归一寸，才回归一尺，就有一寸一尺的味道法味出来了。然后我们想象古大德有一句话说，世味，世间的滋味，就是六道轮回的滋味，就是善恶的滋味，哪有法味浓？没有办法跟法味相比啊！法味是究竟圆满，
清净自在之路。这个路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六根见六尘，不受外面六尘影响，生智慧，生功德，不生罪孽，都有味道。啊，这个里头的妙诀就是放下，不能不放下。不放下的，你仔细看，全是六道的轮回业。啊，放下什么？轮回业放下了，十法界的业放下了。十报庄严土没有业，为什么？十报庄严土的人不起心不动念，他要起心动念，他就进不了十报土。啊，菩萨修到什么程度？正十报土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他自然就见十报土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心性不动，心性没有念头啊，起心动念，心性里面把心性变成阿赖耶，啊，然后谁做主呢？起心动念做主，这阿赖耶做主。阿赖耶变现十法界，啊，十法界四圣法界不错，确实清净庄严，佛的净土，如果善恶当家，那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善念当家，三善道；恶念当家，三恶道。无不是自作自受啊，绝不能去怪别人，别人与我们不相干，看别人要跟看待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一样的看待，平等心看待，清净心看待。啊，这些境界里头有善有恶，我们受它感染就错了，不受它感染，没有一样不是佛境界。啊，学佛不是学别，就是学在境界中不受境界感染，这叫真学佛。啊，不是一定要念多少经，要学多少教，不是的。海贤法师他们三个人都不认识字，都不会念经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。
没有听过一堂课啊，讲经说法没听过一堂课，他就是一句佛号，比学教的，比参禅的，比听经的还容易开悟啊！为什么？他专一了。学禅、学教、学行、学迷，也是叫你学定，你就定不了。为什么？太杂了，太多了。啊，这一些人他们的福报大，根基也很好，听话，老师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他就念了92年。这叫一直念下去。有几个人能活到92岁？这铁臼僧讲的，一生没拐弯呢，直路一直续的，一句佛号，所以他很容易得定，得念佛三昧。得思义心不乱，得理义心不乱，一帆风顺了。听老和尚说话，话里头有话，啊，别人问他，你老人家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跟你说些什么？我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。这老佛爷不答应啊，不让我，不带我去啊。啊，要我表法。啊，还说，说我修得不错，要我表法。他学的是不错，一门深入，不拐弯。这就是学徒走，那我们都拐弯抹角，都不如他。啊，表这是一条直路啊！这一句话里头，我们听懂了就了解，他见阿弥陀佛不是一次，很多次。啊，每一次都要求佛，带他到极乐世界啊！你看他这个就是弘法利生啊！佛说他修行修得不错，这一句话重要。什么样修才得不错？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叫不错。那我们从经教上下手，要把经教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什么意思？帮助你生信。你不相信吗？现在讲透彻、讲到底，人家还是不相信，为什么？没见过。啊，他要他见过，他才会相信。那么老和尚往生表演给他看，他信不信？不能不信。这句话你听到没有？不能不信，他还是不信。看到了还是不信。为什么？他相信科学，真没有科学证据啊，所以不能，他还是不行，他没看懂啊。所以教很重要，
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为什么？就是叫大家相信，信了他才会发愿，真正有愿的他才肯念佛肯干。啊，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这信这个字太重要了。啊，我们搞了60多年，到现在才相信，谈何容易？我们是个过来人。了解信心不容易建立啊，首先真的要尝到法味，法味尝不到信心就没有了啊，尝到法味，喜欢学习，啊，我跟方老师跟张家大师在一起，什么好玩的地方我都感觉到，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个乐趣。完全是清净啊，心里头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。啊，看他一言一笑一举一动，听他说话，你才看得出来啊，现在难，真难。为什么？现在学生心浮气躁，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，一般年轻人心浮气躁，老师都看不顺眼你想学，老师不愿意教我，教你太难了，要跟你开辩论会，老师哪有这个时间啊，不听不信不教了。啊，我在年轻人当中比较老实。啊，跟海贤不能比啊，海贤是100%的老实。我不过是有30%，但是一般人呢，连30%都没有。现在年轻人更糟糕了，怎么教法？啊，不要说多一个小时，静下来听一个小时的课。很难做到啊！现在的学生叫他老老实实听10分钟，大概还可以。10分钟以上，他心就动了，妄念杂念就起来了，他自己控制不住。啊，所以在国外很多密宗禅宗的老师啊，他们在星期假日开禅修班，没有说一句话，大家到禅堂来静坐，啊，坐一两个小时，很多外国人喜欢参加啊，什么
他平常心太烦了，希望能有一个时间，短时间、长时间他做不到，一个小时、一个半小时，啊，到那里去做一下，很有道理。啊，比讲经收的效果快速，但是它不能扎根，长时期的去作战，每一个星期一次，效果很薄弱，得天天做。啊，真正有了定功了，学教就能听懂。能听出味道，啊，所以用这种方法，借现代人初期，年轻人、中年人，很管用。啊，我亲自去看过，啊，他们不要听经，听不懂。也没这个耐心啊！真正心地清净的，听经有味道了，他能听得懂。这个听经是第二步，第一步用这个方法收心。啊，张家大师讲的看破放下，哪一个在心，跟心不相同。啊，有人心地清净，那就是看破有心。啊，有人心很乱，没法子听见，心放下。啊，根性不一样，要因材施教。啊，所以从前的私塾，老师对学生一对一的教，啊，没有轮到你怎么样，没有轮到你背书，一遍一遍背书，背书修订。啊，所以老一个老师能教多少人？大概十个学生，二三十个呢？二三个小的，小的容易啊，小的完全教他举动，教他念书，年岁大的。要跟他讲解，讲解要知道学生的理解的能力啊，他思维敏捷，很聪明，可以多讲一点，可以讲得深一点，鲁钝一点，根性差一点，少讲一点，讲浅一点。老师不容易 啊顶多大概三十几个学生，太多了，老师负担不了啊，那样的教学真能传道。现在学生都放在一个教室，程度都一等。没有私塾好，私塾好像是独立的，
随你自己发展，自由发展。啊，你长得高，长得胖，随便你长。现在学下去，把它切起，整整齐齐，大家都一样。啊，所以不容易出人才。啊，教学也要懂得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那么根性我们知道，不是一生一世成就的，生生世世累积的啊，善根福德。啊，所以同学们都有感悟，都有体会，渐渐都能用到自己生活工作上。啊，真是受用，好。啊，一遍一遍听，遍遍不一样。如果前边跟后边是一样，表示你没有进步，你停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说真话，古人那一句话讲得太妙了，太好了。你会吗？你要是会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哪一法不是佛法？穿衣吃饭都是佛法，一言一笑都是佛法。好的啊，你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到，从每一桩事情上你都有感悟。啊，不会呢，佛给你讲经也不是佛，你不懂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然后就学佛法之妙啊！啊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不是假的，就感老师恩了。那要不是他，我这一生会过得多苦多辛苦，哪会来的路？今天这个社会你怎么录得起来啊？学佛不一样了，看法想法统统改变了啊，六道众生看法想法全错了。化身菩萨，化身如来，他们完全正确，丝毫错误都没有，那叫佛法。啊，所以认真干，信心天天增长，愿心加强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所以看这个来佛寺这个光体，比看比听经还得受用。那你会看吗？还得受用啊，看一遍一遍的受用，看十遍有十遍的受用啊。现在我劝你看上瘾了，我叫你停你就停不住。为什么？尝到味道。
东天目三，昭明寺开觉法师，惭愧弟子听经有点感悟，恭请师父慈悲开示。今天弘复道路不容易，护法先要护自己，古人说的真是好，万缘内方真护己，方者就是不退心，缘者三根要学习落实之处，生活中待人皆悟学闲功，你动我动师不动，不避不惹在定中，两个耳光谁能忍，闲工倒是乐呵呵，怒遇恶狼又如何，闲工反倒度一窝，反复观摩千百遍，最后看出弥陀佛。同事听法时不易，当下六合要落地。刘老善人说得好，让事得来争是罪，你把众生拖起来，低到底来您是佛，恰似闲工百一岁。一生念佛为了谁，说者无心没有过，听者有意自己错，好比盲人摸大象，你摸这边我那边，说是放下没放下，老子大患难有身，忧来愁去谁救我，干脆放下念弥陀，三千闲事要是错，再错一个又如何，断恶修善是初级，转迷为悟第一期，死尽偷心念弥陀，毕业花开才见佛，静思反省十大愿，回头一看在崖边，恰在此时悟极返，盈科也来表表演，天目山上十二年，上台也就才九年，九九皈依无量寿，今年才有些眉目，说到最后靠自己，自己还要度自己，希望自己通道理，放下自我是明理，顶礼恩师真言语，劝我放下回顾礼，老实念佛再念佛，念念不断再来说，再次感恩顶礼师父上人，弟子从四月初八开始听闲工光碟了。开觉法师真的开觉了，很难得啊！我们看到了，很欢喜啊！我们要向开觉的人学习啊！护法不容易。真的，古时候的道场，寺院的执事就是护法，啊，主持，
首座当家为诺月中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啊，他们才真正善护。如果对佛法不懂，他来护法可就麻烦了。跟办学校一样啊，学校里面的校长啊，教务训导总务，如果不懂得教育，这学校会成什么样子？所以古人无论在家出家，要到寺庙去住，一定是五年学戒，学生活，学规矩啊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道场的义工他要做五年义工啊，对常住的规矩、生活习惯、教学宗旨，他完全了解了，他才能护持。啊，带头的人比什么都重要，带头是内行人，是过来人，叫纲领之四，就是四个人，主持，主持是校长，啊，首座是教务。为诺是训导，建院是总务，这四个带头人。完全内行，没有一个外行，四个人同心协力来护持道场。道场哪有不兴旺的道理？啊，现在一个懂得的都没有，怎么办？我早年跟方东美先生，他跟我讲佛学。佛经哲学啊，在哪里呢？在经典，不在寺院。我很惊讶，为什么不在寺院？寺院人不学了，所以直接找经典。不学不是现在开始，至少有200年，大家对于经教疏忽了。啊，每一天把经念个一两遍，就算不错了。啊，确确实实很多学佛的不念经的，啊，世俗的习气完全没有断。佛没有了，
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人护持，啊，老师不指点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居士护持，护持的人要听经，要懂佛法，他护持就如法。啊，但是初发心的时候好。听过几年，没扎根，到这个道场兴旺起来了，有名有财有利，往往心就变了，啊，贪嗔痴慢毛病就起来了，道场变质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真修行，赶紧离开。不离开，跟他们会对立。你做的跟他不一样。真难啊。这我们一生亲身经历了，啊，迫切需要的，真正培养儒释道的人才，啊，大事都过去了。现在住世的跟上一代比有很大的差距，那我们比不上印光大师，比不上云音法师，那比不上地仙法师，乃至于居士的，我们比不上李老居士，比不上黄念祖居士，怎么办？往下去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这问题严重。我们为这个事情操心着急。方法是有，人要有志，头一个不怕苦，啊，第二个要持戒，要守礼，礼没有了，儒就没有了，戒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，啊，这是行的，儒家讲读写，啊，博学审问，善慎思明辨，后头有读写呐、啊，读写是戒律啊，没有读写，前面四个落空了，那是谈玄说妙了，无济于事。啊，《弟子规》。儒家的心最起码的你要能做到啊，心是活的不是死的啊，佛法的戒律条条戒，有开遮吃饭
你一定要懂得。啊，有些特殊的状况，啊，佛经举个例子，猎人追他的猎物，啊，看到一个兔子追他的猎物，他想把他杀死。啊，路上遇到个人呢，这个是学佛的，啊，问他你有没有看到兔子往哪里跑了？他打妄语，兔子往哪边走了？让兔子安全脱离，那这不是破戒了吗？那你好，你要老实，我持戒，我不敢打妄语，我就告诉猎人，猎人把那个兔子逮到了，杀掉了。嗯，你老实，害了猎人杀生，兔子送命。这问题怎么处理？这个时候打妄语叫开源，叫开戒，不是犯戒。该开不开，犯了戒。啊，该守不守，你也犯了戒。所以你要看事实状况啊。啊，一定要想到一个最高的利益。那就是利人利己，对于各方面都有好处的，以这个为原则。啊，遇到猎人追杀猎物，啊，你用妄语把猎人引开，猎人不杀生，啊，没把他杀死，好事啊，猎人得利益了，啊，猎物保全生命。他得利益了，那你这个妄语是大家得小好处，这是你的功德，你的利益，通通的利益，不是代办的。事出世间法，智行都要用智慧，懂得善巧方便。运用自如，啊，这合乎到仁义呀，啊，人是爱人呢，义是合情合理合法，啊，佛的戒律，每一条戒律都有开智之法。啊，经上记载的，我记不得是哪一部经了。有这么一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有一个阿罗汉，搭一艘船，这艘船呢是商船。现在的话就是企业家，他们在海外贸易，啊，100个商主，这是个贸易团，带了许多珍宝，就装在这个船上，准备回国去。啊，阿罗汉要到这个地方来弘法，跟这个船一起，里面有一个商主起了个恶念，想把他的同伴99个人杀死，啊，把这个所有财产他独吞。阿罗汉有神通，他神通知道了，这怎么办？啊，如果你要跟他说，他认为你知道他的秘密，首先杀你，杀人灭口。啊，他决定是这样做法的。啊，最后没有办法呢，开杀戒，只有把他杀掉。把他杀掉了，
他虽然想谋害这九十九个人，这害命杀生夺取财产者盗窃啊，杀戒盗窃都是重罪啊，他把这个商人杀掉了，让他这两种罪都不能成立，救了他。这两种罪成立，他堕无间地狱，等于说把无间从无间地狱把他救出来了。那么这九十九人保全生命，保全财产，阿罗汉积的是功德。活的不是死的，完全要看事实真相应该怎么处理，没有一条戒律是死代办的啊，所以戒律要学。如果死代办的学什么戒条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，也不一定要把佛为什么治这个戒律，治戒的因缘是什么啊，精神是什么，我们应该怎样去把它落实，在什么状况之下什么方式落实，活的条条戒律都是活的啊，没有死代办的方法。做个法官不容易啊，法官判案子要有智慧啊，要活的活法的，不是死白法啊。法律的条文就跟戒律一样啊，但是要懂得活用啊，不能死在戒条之下啊，这叫智慧。啊，所以护法的人一定是弘法的人啊，年轻的时候学教，三四十岁之前学经教，讲经教学啊，六十岁的时候就退休，不再讲经教学了，干什么？护法了，担任护持的工作。他内行啊，他知道怎么个护法。学佛的人才真正得到利益。啊，八十以上这在退居办自己的事情，求往生啊，八十之前为佛教服务，为常住尽一点面目啊，它是有阶段的啊。现在因为满清末年慈禧太后对于圣贤教育、佛陀教育的冷淡啊，造成人对于圣贤教育、对于佛法信心降温了啊。满清亡国之后，年轻人接受到西方文化，被西方机器科学迷了，认为这个东西先进，
对于自己传统文化开始排斥啊，甚至民国成立，教育部国家教育政策就准备全盘西化，中国东西不要了啊，私塾教学不承认了。民国初年私塾教学承认，十几年之后私塾教育不承认啊，到民国二十几年就没有。传统文化绝灭了啊！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啊，今天社会这样的混乱原因是什么？伦理没有了，道德没有了，因果没有了，宗教没有了啊，造成这样的情形。要拯救这个社会，汤恩比说的没错，要靠孔孟学术大乘佛法，这两句话就代表需要伦理，需要道德，需要因果，需要宗教教育，这个社会才能救。啊，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要，因为从科学去发展，科学家提出警告，五十年之后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，啊，所以现在科学家拼命在研究如何移民到外星球。那么诸位想想，真正这个计划成功了，有多少人能移民到外星球去？剩下来怎么办？跟这个地球同归于尽，这就是大家迷信科学。这样的结局我们不希望看到。啊，这些年世界上也有一部分的人醒悟过来了啊，向同传统文化里面去找啊，我们一定要把现在人概念搞清楚，传统文化在这个地球上推动了几千年没出事情啊，科学在这个世界到现在不过四百年，产生这么大的负面作用，这是应该要思考的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那我们细心观察中国古人这种教育，他不是以升官发财，不是以这个为目的，他是以圣贤为目的，以伦理道德，以智慧为目的啊，伦理道德智慧，他不是知识啊。西方人是完全走知识，疏忽了伦理道德，
不求智慧，求知识。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知识自性里头没有，从阿赖耶里头发生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知识的所依的心是妄心，智慧所依的心是真心，真心是永恒不变的。啊，真心里面流出来的智慧，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。啊，所以古人留下来的典籍，你去念它，现在管用。啊，三千年前管用，三千年后今天还管用，三千年之后的人还管用。他真正能帮助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帮助这个世间化解灾难，带来祥和。啊，求智慧跟求知识，理念方法不尽相同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用科学的方法求智慧，求不到。用求智慧的方法，求知识，求得到，没问题。啊，求知识的方法，求不到智慧。所以有智慧就有知识，有知识他没有智慧。基本概念呢，一定要清楚，要明白了。啊，古人这条路走通了，却完全得到啊。科学这个路子要单独走，不，没有伦理道德在里头，到最后同归于尽，全没有了。好，这个很好。啊，我们希望我们大力的宣扬推动，啊，身行言教，把这个海鲜老和尚这个光碟啊，劝导大家认真学习。学习心得报告，上官老师。主题：知恩、念恩、报恩，献给天下所有母亲大人。孝经，子曰：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身也。父作，吾育汝。夫子的话让后人体会到儒家思想和佛陀教育的万德之本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孝道。故一切诸佛与圣人出世，言传身教，度化众生，无一不是从孝德流露出无限智慧。离开孝道，形同魔王说法。恩师上人对父母和师长的知恩、念恩、报恩，无时无处不让四众弟子敬佩不已，用身体力行教导我们要念念不忘恩德。值此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，愿将这份心得报告献给无始劫以来一切众生的母亲大人们。愿母亲
早日离苦得乐，子女个个圆成佛道。以下是弟子人生六位母亲。第一位，生身之母。惭愧弟子之母是一位教师，从小对弟子教育十分严格。弟子是第一代独生子女，母亲之严格在那些年代已经找不到了。儿时在母亲学校职工幼稚园度过，有一年酷暑难耐，课间之余，教职工都会给予子女们送来西瓜解暑，母亲每每都是最后一个来到。职工阿姨们看到弟子小小年纪忍耐口渴，纷纷把西瓜分给弟子，但是弟子谨遵母命，不能随便要吃喝给他这位教学组长抹黑。三四岁的年龄忍得口中干燥冒火一般，但当迟到的西瓜到来时，甘甜滋味也胜过所有。一次外公生日赶上倾盆大雨，外公住所在江边地势低洼，积水已经没过大腿，弟子害怕请求母亲不要去，母亲却说就算天上下刀子也要给外公过生日。这深处水深齐腰，母亲背着弟子艰难淌水，淌过去后被一位守在路口的好心人提醒，为了缓解积水已经打开了所有下水道井盖，听说已经有人掉进去要小心，所幸母女平安。初中毕业考高中，在发布成绩后，弟子分数比估计差很多，政策允许可以查试卷验证，弟子请求母亲查看嬉笑之处，母亲说认了吧，你就这水准。多年后转档案，多人均发现原来当时的分数被篡改20分，导致弟子没能进入重点高中。种种这般经历也曾经让年少弟子心怀不满和恨意，在叛逆的年龄里似乎和母亲心与心分裂，走上社会后乃至走上修行之路后，慢慢体会到原来母亲就是一尊佛，来修弟子的忍辱和耐力。人生和修行路上的种种诱惑，岂止是一块块酷暑里的西瓜，种种苦难何止是倾盆暴雨里的齐腰积水，轮回苦海更是头出头没。各种不公和打击也不仅仅是分数篡改，很难想象弟子的年龄穿过补丁衣服和常常挨打，但是今天的忍耐力全靠这点点滴滴的磨练。修行路上打不打骂也好，我依旧坚持真理不退屈。很多人抱怨没有好家庭，没有好父母，殊不知哪一位父母不是佛，都是佛陀来教化，给自己知恩念恩报恩的机会。看懂的人，行孝道的人，一定直福开慧，最终因孝心之德本而念佛成佛。第二位，配偶之母。
在家居住居士多数都有一位尊长是配偶之母，全天下最难相处的就是婆媳关系。近代以来，亲娘是娘，婆婆不是娘的歪理挑拨了多少婆媳。弟子的婆婆今年正月刚刚过世，早年每当弟子的同修给弟子苦头吃，弟子就在心里埋怨婆婆没有教育好儿子，地狱种子埋下了很多。直到今年回去探望婆婆，原本好好的婆婆被其他家属业障现前逼迫住院，短短六天一个好好人就这样断气了。可能婆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就弟子的，在多天跑医院上山下乡体力不支的情况下，弟子成功破除几十位家属阻拦和不解，与另一位佛门中中人给断气，被抬回家的婆婆念佛，真是佛菩萨加持，闲工护念，在南阳这块宝地上经过近20个小时的念佛后，婆婆原本僵硬的身体柔软光泽，温暖红润，感动了上百名来送行的不信念佛的亲属。此时方知婆婆也是一尊佛，来成就弟子的勇猛精进。过去的那些埋怨弟子都是在毁谤活佛，没有婆婆的放下和配合，弟子何以念佛得力？上百名亲属后来告诉弟子，就等着一旦不成功将弟子扔下楼，哪里还有理由埋怨婆婆？弟子同修说，他很羡慕弟子还有父母健在，我知道那是真心话。当诸位父母尊长都离世时，后悔都无处补偿。佛说，他做过一切众生的父母，一切众生也做过佛的父母。这句话很明显，我们的父母、配偶的父母乃至所有人的父母都是佛。今天我们见不到世尊，殊不知世尊就在家里，再不供养孝顺来不及了。第三位，佛法乃我之母，佛从法中生，故法即是佛母。受佛母恩遇，洗掉人生一切烦恼，获得无上幸福快乐。报答佛母之恩的最好方法，就是依教奉行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往生成佛，才是佛法佛母的真实期望，也是众生本来面目，本该如此。辜负佛母之恩，罪在地狱；报答佛母之恩，成就在长极光净土。每个人都有资格实现这一成就。第四位，领导乃我之母。今生弟子有缘和尊敬的胡居士相遇，可谓是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弟子是一块顽石，感恩胡居士看到了弟子的佛性，认可弟子的佛性，让顽石放光。您勇猛坚定护持正法，不计较丝毫名利，对师父上人万般恭敬，心系每一位义工，
爱护人才并成就人才。一位伟大的领导最主要念念苍生，念念成全，念念包容，念念改过，您做到了。感恩慈母带领护法菩萨众，成就现前无量寿盛会，极乐盛会愿与您、您们共赴，您也是一尊阿弥陀佛。第五位，老师乃我之母。少年时期，多数时光是和师长同学们的相处，每一位师长都肩负了历史、国家、家庭赋予的使命，不敢把学生带到歪路。感恩每一位母亲般的老师，虽然不能再次给您佩戴一朵大红花，愿将极乐七宝莲花带到您身边。刘老菩萨是弟子修行路上最美丽的一位老师，虽只有短短两日相处，但是刘老师的庄严法相胜过世间一切庸脂俗粉，朴素的言行却如闲宫一样，像一碗清水，照人照物，润人心田。愿以您为终身榜样，做好学生，感恩您佛陀示现。第六位，一切众生乃我之母。无量劫前乃至现在未来，一切和我有缘的众生是什么身份？怎么相处？到底怎样面对各种人事关系？遇到净土真是幸运，一切人事都是阿弥陀佛。这不是假设，不是假象，而是真相。为什么闲宫念佛，看到满屋子都是阿弥陀佛，而我们看到满屋子冤亲债主？老实讲，因为闲宫眼里满屋子冤亲债主都是阿弥陀佛，所以才挤满了阿弥陀佛。看一切人皆是佛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遵循印主教诲，解决现在问题，知他的恩，念他的恩，报他的恩，因为他确实是阿弥陀佛。人生和修行路上的六位母亲都是阿弥陀佛化身来教育我改过自新。祝福天下乃至虚空法界一切母亲大人和即将成为母亲的忍者们，母亲节快乐！给所有母亲最好的礼物就是孝顺，就是今生做阿弥陀佛。以上是大惭愧弟子上官的学习报告，错误之处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。上官的报告提醒我们，人生第一桩大事就是知恩、念恩、报恩，那永远感谢恩人。哪些是恩人？他说了六位母亲，这六位母亲包括
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在内，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：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如果心是佛性，看一切众生，全是阿弥陀佛。闲公老和尚表法，香炉里面插了12支香。啊，有人问他：“你怎么插这么多香啊？”这是天机不可泄露。啊，这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别人，我不会泄露。他在说：“我看到满屋子里全是阿弥陀佛，这话很重要啊！”啊，那么有人在身体极端不舒适的时候，啊，看到什么？满屋子里都是圆清真珠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境随心转嘛，相由心生嘛，啊，我们用什么心？用佛心，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个不是佛。把阿弥陀佛念熟了，念纯了，不需要作意，就是注意，自自然然的，阿弥陀佛常常出现的。没有去想他了，你才能看到你小房子里头，小佛堂里面，全是阿弥陀佛。闲公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，我们是愿意跟冤亲债主对立，还是愿意坐在阿弥陀佛的怀抱里？都是自己的一念，除了自己一念之外，别无他物。宗门大德说得好：“若人识得性，大地无寸土啊！”意思是什么？一切法唯心所现。心就是佛，一切无就是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无怎么不是佛呢？怎么不是阿弥陀佛呢？我们自己要把它认识清楚。要把它认识明白，
假的应该放下，真的应该要取得。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，啊，感谢恩人。如果说原谅仇人，这个心不善，为什么还有仇人还要原谅？啊，怎么样把仇人变成恩人，把仇人变成阿弥陀佛？我面对的不是仇人，是阿弥陀佛。他处处找我麻烦，那是给我考验，看看你有没有智慧，你迷不迷惑，看看你有没有烦恼，你能不能忍耐。那考试的，考试通过了你就成佛了。这一桩事情我们一定要学忍辱先人。忍辱先人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高丽王？高丽王是一尊佛，帮助他快速成佛，能不感恩吗？不是原谅，感恩呢。啊，忍辱先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啊，歌利王是乔称如尊者的前身。歌利王对忍辱先人施以凌迟处死，这是无缘无故啊。忍辱先人没有过失，造这么大的难，受这么样大的委屈啊，真的没有丝毫怨恨。临死的时候告诉格里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陆野云说法，第一个得度正阿罗汉果乔真如。忍辱先人说话算话，没有妄语啊。无疑不是表法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人不是我的老师。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，啊，佛有这个表法，格里王各界身体的表法，夫子说过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啊，三人是自己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善人是我的老师，恶人也是我的老师。
啊，善人做我善的榜样，叫我学习；恶人做出恶的榜样，叫我反省。有没有他那样的过失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全是老师，全是恩人的。中国古人说出一句成语：仁者无敌。啊，敌就是敌对。啊，仁人没有敌对的，有一个对头，有一个冤家，还有一个我讨厌的人，这个人不是仁人。仁者这个称呼在大乘佛法里是称呼化身菩萨的，啊，也就是承认化身菩萨没有对立的，还有对立的他没有真的发生，啊，化身菩萨一定是看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通通是佛，啊，有情众生是佛，无情的花草树木山河大地皆是佛。啊，为什么心是佛？这心现，心所现的这些无没有离开心，啊，心跟我融成一体，你从心上看都是佛，从相上看千差万别，从心上看一个心，一尊佛，啊，一尊佛，我们称它为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一尊佛，阿弥陀佛这个名词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无量处，啊，佛翻作处，在阿弥陀经里头世尊为我们解释阿弥陀佛的意思说了两句：无量寿，无量光，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，无量光。无量寿是德能里头的第一德，无量光是表智慧，啊，换一句话，阿弥陀佛代表无量光明，无量寿命，这意思都好，全了。光遍照法界，代表空间；寿代表世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无量光寿，无量的时空，无量时空是一体。取这个意思，这意思太好了，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在科学讲全宇宙的总号，啊，它没有一样东西漏掉，整个宇宙圆圆满满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，啊，科学讲无量的时空，佛说无量的光寿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啊，佛说是一体，科学也承认是一体。啊，就是他还没有能够契入这个境界，契入境界就成佛了。
啊，没有欺辱人，有节无险。他知道这回事情，他没能证得。啊，科学家如果能够身形世界一切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他成佛比一般人快呀，他知道事实真相，啊，知道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自信，只有这个是真的。啊，对自信到底是什么，还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就是能大师对五祖报告的第三句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啊，这一句科学家没发现，本自具足啊，能生万法他看到了，本自具足不知道啊，这万法从哪来的不晓得，万法是本自具足，科学走到登峰造极就是佛学啊，我们欢迎他，赞叹他，他的报告对我们这些根性不利的人帮了很大的忙，让我们看到报告对佛法升起信心。好，我们也感谢天下所有母亲大人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。